我的身上这件上衣呢，它是一个 set， 就是它有一件衬衫，然后呢跟里面的这个细肩带小背心，有没有觉得很超值？它是棉质的，就是它上面的话呢，它是有做像这样子的，有没有？有没有看到？它是竹节棉的款式，你看它是那种比较薄的那个竹节棉的背心，所以如果你们今天要单穿，也可以单穿。所以这件呢，基本上就是可以三穿，它就是可以当成像这样子休闲一点的款式，那你们就可以把它这样子稍微绑起来，因为我下面配伞裙嘛。伞裙的话，上面是绑起来一定会比较好看的，不然会看起来比例怪怪的。就是你们可以这样子，让它原本最一开始的那个组合，直接穿一个像这样子的 set 组，这样子穿，或者是你们要单穿，或者是呢，你们把衬衫扣起来，当成一件上衣来穿也 OK。应该算是薄薄的棉料，它不会到很厚，它不会到很厚，而且我觉得这件格纹的颜色超可爱的。它的颜色其实是绿色跟蓝色的搭配，很少见。我觉得这个橘色也很可爱欸。它这个橘色的话呢，是有一点点带，应该算是有点蜜桃橘色。然后它的衬衫的话呢，一样也是配有点像是橘色系。你看它的橘色上面的话呢，配的颜色是橘色、绿色，然后还有灰色，大概就是这样子的颜色。但是就是橘色为主，橘色为主，但我觉得橘色给人的感觉是比较活泼一点点。